于2009年创立，今年迎向10周年的爱多美。过去的10年间，美国、日本、加拿大、台湾、泰国、澳洲、俄罗斯等13个海外分公司，以及500万名会员，一起成长为全球性的流通企业。韩国国内同业间首次获得7000万美金出口塔奖。韩国国内业界中最热销商品蜂蜜饮，从2014年开始，连续5年达成每年韩币1000亿以上销售量。名萃焕肤六部曲，从2017年9月上市一年5个月以来，一共销售了480万瓶，达成了韩币1600亿以上的销售记录。每年销售约3000万支的牙刷，以及累计销售量1亿条以上的牙膏等。爱多美正在贩卖400种以上获得消费者信赖的多样化商品。2009年，在 A4 纸上写着爱多美作为招牌，在首尔社堂洞的简陋办公室开始的爱多美，承载着所有职员及会员成为流通枢纽的梦想。在2013年11月16日迁移至交通的枢纽中清南道公州市。2014年11月开始购买建立，朝向建筑办公大楼及教育设施迈出第一步。经过过去4年的建设，2019年4月，在中清南道公州市爱多美新办公大楼及教育设施已完工。建造在公州幽静的森林里的新办公大楼及教育设施，体恤员工在舒适的环境中可以更有活力并更有创意。按照不同的计划，弹性的调整最合适的组织，配合爱多美的工作方式。新办公大楼的环境能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，并实践创意想法。不只注重在工作，还有游泳池、健身房、咖啡厅等等的设施应有尽有。将在新办公大楼及教育设施里面可容纳1500人的梦想大厅，每个礼拜举行研讨会，每年超过10万名以上的会员到访公州，期待可成为帮助公州当地发展及活化经济的角色。以全球化企业奠定基础的过去10年，在新办公大楼及教育设施开始的崭新篇章。未来的100年，爱多美将在新的地方，在这里将朝全球超一流企业、百年企业更向前一步。